李女婿辞职的事，因为职员们都不知道，当作没这回事就行了。是在耍人吗？在开玩笑吗？你干嘛老是充满负面的想法？您真的要这样离开公司吗？我想休息一阵子。失去代表理事的职位还不够，居然还傻傻的辞掉工作。这是什么？离婚协议书。你没办法遵守约定，当然要离婚。你不会后悔吗？月桂树西装店的绅士们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。